有什么事吗？我喜欢你，你是知道的吧？为什么忽然开始躲我？如果我之前有什么让你误会的话，我很抱歉。你只是我的学员，仅此而已。 你的意思是，你冲上飞机救我，爬进废墟救我，我们一起准备演讲，一起庆祝，都是我误会了。工作所需。那昨天晚上，也是我误会了，是吗？对不起。 我的确从来没有对你有过任何超出界限的感情，也希望你不要再有其他的想法。顾南亭，你扪心自问，你真的没有喜欢过我吗？哪怕一分一秒都没有吗？没有。 明白了，是我自作多情，误会你了。